啦啦队女神李多惠大露蚂蚁腰现身活动见面会，出场先跳段开花舞，粉丝嗨翻，不少人也带毛巾来应援。예전적으로오늘팬분들이제일많아서기억에남고지금가장기억에남았던팬분들은일단매일매일와주시는분들은조금씩얼굴을외우고있어서지금기억에남고있고그리고한국어로요즘편지를많이이렇게써줘서주시는데한국어글씨가좋은能与粉丝近距离，李多惠还用中文喊感动，招牌男音在融化全场。这次来台待了十多天，但在26号球赛中却意外受伤。脚伤还好吗？많이물어보시는데저는진짜먹을걸좋아해가지고음식관리를안하고그냥이제경기장에서나두배더뛰려고노력을한다근데그렇게뛰다가이번에조금다쳤는데그걸많이걱정해주셔가지고네완전지금너무괜찮다고말씀드리고싶어요不慎踩空，扭伤左脚。李多惠说，4年前也曾受伤，坦言家常便饭。而同团的林湘壮壮等人赴美参加大联盟台湾日，让李多惠很羡慕。우리예쁜아쿠덴걸즈친구들이가서사진찍은것도봤고또거기서공연하는영상도다봤어요근데너무부럽더라고요다음엔저도꼭갈수있길 周一就要回韩国，李多惠再度跟林湘错开，巧妙后不见后，他也说下次来想去泰鲁阁国家公园。也会记录拍 vlog， 想再丰富台湾之旅。TVBS 新闻尚文正和张宏庭台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